面条。牛奶。谢谢。鼻子。手。大眼睛。三个。我的哥哥。很好。看这儿。你和妈妈他今天很高兴。我们家有四口人。你吃哪一个？爸爸，我们去哪儿？你认识王老师吗？认识，他是中国人。你的狗多大了？三岁。他们在喝什么？他们在喝水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一。你妈妈在哪儿？她在商店。你可以的。祝你好运。